们就要考虑了，也就是我们希望有这样的图片，它可以在椅子宽度的情况下，可以动态的计算高度，对吧？好 ，OK， 好，说白了你就希望啥？希望我这个 image 6啊，不再是一个系统的 image 6，而是一个自定义的 image 6。那这个自定义的 image 6有什么功能？也说了，什么功能啊？就是椅子宽度能够动态计算高度，然后等于这个图片的宽高比，是吧 ？OK， 也就是我们要去处理它的，要去制定一个控件的话，制定控件的话，你无非就是几个方法了。来看一下，制定控件里面我们会处理什么方法呀？按 measure， 按 layout， 按 draw。那现在我们是需要它去处理它的一个测绘，那应该就是按 measure 了，对吧？好 ，OK， 好。也就是我们可以考虑 custom 一个 image 的 view， 对吧？但这种拓展性的不够好，为啥呢？因为你今天是以一个 image view 想满足这个条件吧，椅子宽度、动态计算高度，那以后是不是可能某一个 text view， 你也是想椅子宽度、动态计算高度啊，对吧？所以说我们不去制定一个 image view， 而去在外面给它包上一层，叫一个 frame layout， 给它包上一层，也就是我们现在去做的一个操作是啥呢？让有这样一个容器存在，有这个容器，这个容器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假如说这个容器椅子宽度能够动态的计算它的高度，那是不是就 OK 了？接下来容器是这样，那我再把它的孩子改成match的match。是相当于你容器满足了这个，你的孩子肯定就会满足椅子宽度、动态计算高度啊。像这个拓展性就好一点了吧？比如说你今天是 image view， 明天是可能是这个 text view 啊，那还可能其他的控件吧。好，所以说我们要去制定一个对应的话，制定一个 frame layout。为什么选 frame layout？ 非常简单啊，是它最纯净啊。好，这个容器最为纯净。好 ，OK。那么对应的话，去创建一个，在这里点一下，叫 ratio 的 layout， 继承 frame 的 layout。OK， 接下来复写相关方法。好，对，是不是至少有两个呀？这两个就可以了，对吧？好 ，OK， 也就是现在它就是一个自定义的空间 ，copy 一下它。那对应的来到这里是替换一下。也就是我现在就要我这个控件去满足这样一个功能吧，就是说白了就是这个功能吧，椅子宽度可以动态的计算高度，对吧 ？OK， 啊，对这个公式的话，我们是不是就这个公式啊？希望的就是图片的宽高比等于 ratio 的宽高比啊，对吧？这个图片宽高比，此时此刻的图片宽高比。它是一个 float， 是不是可以知道就是我们的一个斜角 PIC 的 ratio 等于多少？ 2.43， 对吧？好 ，OK， 2.43F， 这是我们已知条件嘛 ？OK， 我们也说了是去处理它的按 measure 方法，对吧？好 ，OK， 好，说了我们对应的话，它是去它的宽度去除以它的高度吧？好 ，OK。对应的话，我们首先说了，是不是想办法要达到它的宽度啊？对应的话，我们能不能拿到它的宽度呢？在 measure 里面拿到 ratio layout 的一个宽度了，是不是可以拿到啊？对应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就去拿到了？对应的 measure spec 里面有个方法，它可以 get size 就可以了吧？你不用说去拿到这个屏幕宽度，然后做一个叉子，没必要吧？你是不是直接可以拿到它的 size 啊？为啥呢？因为我们这边是不是写的是一个 match 啊 ？match 说白了是一个确定的一个大小吧，所以最终是可以拿到它的。那接下来把它给传进来，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可以拿到叫做 parent 或者叫自身嘛 ？self 就是它吧，自身叫或者叫 parent 啊 ，parent 的一个。width 可以拿到吧？获取自身的宽度，没问题吧？好，这个拿到之后，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啊，宽度已经拿到了，是不是算出它的高度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来把它给设置一下它的一个，也就是要去拿到它的 parent 的 height 吧？对应的话，我们要做一个计算哈。接下来要拿它的话就等于怎样？宽除以宽高比就可以了，对吧？它是宽度就是它去除以一个它。对应的话是符理数转 int 加上 0f 前转一下吧。好 ，OK， 这个就已经拿到了，对吧？好，这个时候其实就我们往满项的话，还可以去拿到它孩子的一个宽度和高度是吧？那接着我们去拿它孩子，比如说叫校的 width，OK， 那你就要看一下他们两个有啥关系了。接下来我把它给拖一下，好，它和它有啥关系啊？就是这是容器吧，这是孩子吧？那孩子的一个宽度其实有啥关系啊？此时此刻是一样的吧？那假如说我在这个地方加上一个 parent 是可以吧？那对应的话，那如何去取到？是不是等于它减去 parent？ 哎，这个叫减去 get parent 的谁？left 的减去 get parent 的 right 吧，很容易理解吧？好，之前有同学就有疑问，他说老师为什么这里只仅是个 party 不仅是个 market？ 因为你假设哈，你假设一下，假设我在这里设计一个 market 等于一个 5dp， 它是往外走的吧？很容易理解，你画这个图给大家看一下。你看这是容器吧，这个里面的话就是它的孩子，你看。我如果是 party 的话，是往里面走要减掉吧，往里面走要减掉吧。那假如说我给这个容器给它设置一个 margin 5dp， 它是往外面 5dp， 那和孩子有关系没有啊？没有，对吧？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是只减 party 不减 margin， 因为你这个和它的一个大小，它和它的大小和这个没影响啊，对不对？好 ，OK 哈，看掉。这个也干掉，方便理解。好，来看一下啊。接着我们现在是知道了一个孩子的一个宽度吧，接下来孩子的高度应该是等于啥呢？是它的一个高度减去 get parent 的 bottom 加上再减一个 get parent 的 top 吧，对不对？好 ，OK。接下来我们这些值该有的值就已经拿到了，那接下来你就要明白，我们按 measure 方法，它的最终目的是啥呀？要去设置一个值，对吧？它随便来看一个，比如说我们就看 test view， 你看它也有按 measure 方法吧？找一下它的按 measure 方法，其中这个没有关联到源码，重新找一下 test view， 找10万，找它，看一下它的按。measure 方法，也就是你不管你怎么写，那最后是不是有一个核心的就是它呀？这个方法的目的是什么呀？他说了，你必须被调用，为啥呢？去保存你测量的一个结果吧，就是你测量了，你要把结果给保存起来吧，是吧 ？OK， 来到我们的这个地方，接下来保存啥？测量。结果是吧？拿着它，也就是 parent width 和 parent height 要保存起来吧，对吧？好，除了这个很容易想到，那其实我们这孩子的话，就还可以去测绘孩子。注意的话，测绘孩子，你看这里有个方法叫 measure 的一个，有个翘的，有个丘准。翘的话就是一个孩子，丘准的话就可能有多个，是吧？那我们就选它吧啊。好，接下来它在这里揭示一个 width 的一个 measure stick， 串一下看一下是谁什么东西。好 ，OK， 这个它重名了哈，所以把它给改一下，叫翘的 width measure stick， 那这个叫翘的 height measure stick， 可以吧？接着串一下。好，这个其实大家不陌生，对吧？是不是它是由两个东西组成啊？一个叫模式加上 size 啊，模式加大小啊。OK， 那我们模式的话就是 make， 对，其实你应该就 measure spec 可以去 make 一个这个东西了。好，就是一个 size 现在是多少啊？也是翘的 widest， 那也是这个大小是明确知道的吧？那明确知道，你就要明白我这个模式应该给谁啊 ？measure spec 下面的是吗？有个这个吧？这是确定大小的吧？那这是不确定的是吧？你就用它就可以了，对吧 ？OK， 那在这个地方一模一样的哈。那对于这个就是翘的黑的 ，OK， 看一下啊，翘的黑的。那我们对应掉这个方法，现在他就会去测问他孩子了吧？那这个方法他说了，就是请求所有的孩子去测绘自身，而且希望他的话就是按照这种方式去测绘吧，对吧？测绘的方式告诉他啊，也就是对应的话，这个叫告知孩子测绘方式，请求孩子测绘。自身吧，好 ，OK， 一样，这样就完了吧。但是你一定要注意，你接着在这个地方又给他写一个 super， 有没有效果 ？super 的含义是啥呀？是交给系统啊。你在这里忙活了半天，你又交给系统，那是不是就没用了？所以说你一定要注意，什么时候是自己处理，什么时候才是这个交给系统处理嘛，对不对？好，那我们什么时候才是自己处理呢？也就是你还要加上一个 if 啊，什么时候自己处理是吧 ？OK， 把它给挪过来。好，那 else 就是其他情况就交给系统了。好，那我们就要考虑一下，那到底是什么时候是我们自己处理啊？是不是我的情况就是已知它的宽度的时候啊，也是如果用户在这个地方写一个 match parent 是已知宽度啊，我就希望自己处理吧。那我如何知道用户写的是一个 match parent 或者写的是一个100dp 这种具体的值呢？是不是？我有这样一个疑问吧？啊，其实很简单，因为你不管是写一个 match parent 还是写一个100dp 这种确切的值，是不是它对应了一个模式啊？好，我们把这个模式给它拿出来。对应的话，在这个地方，好，它有这样的一个 measure spec 下面啊，可以去 get model， 我去拿到它宽度的模式吧。好 ，OK， 得到这样 model， 好 ，OK， 模式的话说了有这样的3种情况吧，好，3种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好，哎，这个没有成功啊。F2 看一下 ，copy， 好 ，OK， 看一下成功没有？啊 ，copy 到了。好，有这样的3种模式，对吧？好 ，OK，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模式其实是啥含义呢？它是不是没有确定大小啊？就是有多大就多大吧。其实很简单，假如说你在这个地方给它一个 WAF content， 它这个取出的模式就是它。它其实经常对应的就是我们的 WAF content 的吧，理解了吧？那对于这个 icons 的话，就用的比较少吧。好，我们就关心这个就可以了哈。那这个叫啥？确切大小的话，也是你给它这里写一个 match 的 parent， 或者给它一个 100px 也好， 100dp 也好，它是确定大小的。OK。那我希望他自己去测绘的时候，是不是就已知宽度的情况下，也就是这个 model 应该要等于 measure spec 里面的这个场面吧，叫确切大小的时候，确切大小的时候，是不是相当于是宽度已知的情况呀？宽度已知的情况，宽度已知的情况，我就希望他去动态的计算高度嘛。对吧？好 ，OK， 我们看一下。好，接下来我们这边就写好了，接下来把它改成一个 match， 好，运行起来看一下。好，现在我们又把它改成140瓦这里，对吧？好，看一下装皮。好，这个图片有问题的话，啊，怎么了？啊，这个还没改回来。 你给我吼一声，我写错了，我吓我一跳啊！你应该告诉我哪里写错了，对吧？好，看一下啊。好，对应看一下这个装体是不是就可以了？你看，对于这张图片，我们是不是没有设置它的一个强制的高度啊？对吧？好 ，OK。好，对应我们这个是宽度已知的情况，那是不是还可能是高度已知的情况去动态计算它的？ 这是宽度已知，那我们是动态计算高度。那是不是还有情况是高度已知，动态计算宽度啊？好，我们先停一下吧。